刚来吗？不是说9点钟最后一班，现在几点了？完了，过了5分钟还能赶上吗？我哪知道，我也刚来的。查账。一天我就忙了，我刚刚在公司，我就忙查文件，结果就过头了。你是怎么还能不能有航班了？啊！哎，妈，还有人，还有人吗？哎妈，看来没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种搭讪的方式有点直接，很突然，不过我喜欢。我呢叫杜鲁。不好意思，靠边。小西，小西。感谢您的全球。这望京也太大了吧！我以前是你公司的后勤部门的，我总去你办公室给你换灯泡，啊。你的勇猛帅气的白玲珑，玲珑哥，你忘了？我们公司上下几千人，一般员工我怎么能记得？别人你记不住，我你还记不住吗？去年一年给你换了200多个的号。再说了，我开除就是你亲自开除的啊！哎，我老荣幸了，小西呀、啊。请叫我骆总。啊，骆总，不是叫啥都无所谓了。咱俩能坐同一班飞船，就证明咱俩有缘。何以见得？老话说得好吗？10年修得共船渡，对吧？100年修得那个啥吗？你聊完了是不是？你闲聊呢吗？你那聊闲的吧？不对，你刚才说你叫啥来着？我的名片。遗传基因学博士杜阿娜。婀娜，杜婀娜。是，我就按多音字念的吗？那这反正这俩字挺适合你啊。行了，赶紧问一问，这最后一班飞船咱们赶没赶上？啊，对，空姐、空少、服务员一起，有人没人？不是，他都这样了，就别往上头飞了呗。这要飞到一半没了，咋整啊？